三年咁樣啦，嗬。啊，如果諗住啊，如果當年咧，2012年啊，12月8日咧嗰時候咧，啱啱入境美國嘅時候咧，就開始即係話有呢啲咁嘅記錄咧，咁樣可以做咗6年咁嘅記錄啦。你可想而知咁樣就睇翻起啊誒嗰個5年前嗰種錄像情景啊，真係意義好大啦嚇，起碼都可以知道誒生活上嘅嘢嘛。但嗰時候我嚟咗美國咧，嗰時候咧我都係拍咗好多照片噶啦，啊照片基本上好多，咁我都係上傳咗去我嗰個叫做QQ 空間嗰度，啊 QQ 空間。咁我都會到時都想整理出嚟嘅，啊個 QQ 空間，即係將我喺美國嘅嗰種啱嚟嘅呢啲咁嘅。洛杉磯嗰啲照片啊，一張一張咁樣拎出嚟啦，去做一個類似呢啲叫做視頻咁嘅相片集。所以嗰時候咧就好少話拍錄像嘅，但係嗰啲照片啊咁樣啊，按照呢啲咁嘅視頻嘅咁樣嘅編輯咧，我相信咧都係幾好嘅。咁我自己係想睇翻下，咁因為啊呢個係一種記錄。生活記錄歷史的一個很難忘的時刻啦。好啦，而家咧就啱我未行好遠啫，就已經係塞車塞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即係而家好未到橫區嘅，都已經係去塞車。今日咧就係、是、我睇嚟啲時間咧，即係冇辦法預料到能否話5:00之前去到環街度上老細部車。啊，冇辦法啦嚇，將在外啊，軍令有所不從。且呢個特殊情況，冇辦法啊！所以人盡咗力就 OK， 我喺車上咁樣嚇。啊，另外有個朋友咧，咁啊喺遠方啊，舊金山嗰邊咧，就係過嚟呢邊，因為佢個仔咧喺邊呢度讀書咧，咁樣啊。辦一日啦，咁啊今日咧就係話叫出嚟食飯嘅，但係我今日咧就冇辦法請假，因為我哋做嘢嗰度咧就係缺人手，咁啊如果今日我再休埋咧，就的確係即係冇辦法，所以只能夠話期待咧就喺呢度嘅視頻啊，期待下一次嘅有來日方長啊，仲可以見到面噶嘛。即係好多機會嘅，咁啊，今次咧就係咩啦咁啊？咁啊，當然啦，見過就好容易啦。咁因為我每日拍視頻咁多啊，基本上啊，即係如果係能夠即係話曬嚟講咧，你誒即係朋友圈度即係啊，有乜時間睇咁啊，真係好容易就知道噶啦。每天我都是拍錄像的，按照咁嘅以往嘅經驗嚟講咧，就唔使講啦。一就係有交通事故，一就係有啲地方封路，一地方咧就係整路，係呢樣嘢嘅啫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即係冇話一入到高速公路會馬上會出現呢啲咁嘅塞車現象，啊，絕對就冇咩可能噶啦。我而家咧慢慢 at 啦，啊！只要佢部車咧，我都話啦，洛杉磯咧塞車咧，佢唔係話停咗喺度塞嘅，咁佢都係慢慢行啦，啊！叫塞而不死啊嘛，啊，唔係塞到停曬啊嘛，啊！但係佢就時速咧就係20英里到啦，
好似20英里，即係都有40公里噶啦，即係時速。40，但不管佢點塞都好啦，咁我而家都係做呢個談天說地呢個節目啊嘛，咁都冇咩影響到有咩問題嘅，直情都係冇咩問題。咁要塞耐啲，我咪喺呢部車度啊，車天車地咯嚇，所以談天說地啊嘛。所以冇咩影響嘅。但冇熱頭，乜都冇。哇！好長好長條龍啊！啊，龍的傳人啊，龍的傳人。做司機咧，揸車咧，一定要有耐性嘅，即係好似你咁樣個塞車咧，你一定要即係保持克制啦，即係保持我唔好話啊！我而家要趕時間去上班啊，而啊中途又塞車啊，咁你肯定難免你個心情會啊好比較煩躁嘅，恨不得咧就係點解會塞車啊？會啊呢度嘅，所以一定要保持一種心態就係。即係既然塞車啦，咁亦冇咩辦法，你只能夠話順住嚟行就得啦。OK 咁樣，即係唔需要話有啲咩嘢煩躁，啲煩躁又冇咩用，因為呢條路係咁樣噶啦。即係啲馬路情況冇辦法你掌握嘅，就算你話唔好話我而家。是上班路途中啊，就算哪怕你去講飛機，做咩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所以你都冇辦法啊，就係。所以如果你真係辦，的確係辦好重要、好重要的事情咧，你就一定要提早2個鐘頭。比如話你去機場啊，咁樣去國際經濟機場啊，係咁你一定要提早2個鐘頭。最穩陣的就是2個鐘頭，或者你再提早啲都是應該的，所以你辦咩重要事咧，冇得搞到咁密嘅。好似而家我而家上班，我話8:30啦，我諗住預計5個鐘頭到橫區嘅。但係你如果坐其他嗰啲啊飛機之類啲嘢啊航班啊咁樣啊，絕對唔可以咁樣搞到，真係。好似坐地鐵咁嘅時間咁準確係冇可能嘅，所以因為你明知道即係呢個公路係千變萬化噶嘛，你無可預料噶。哪怕你係禮拜六、禮拜日啊，呢2日係休息嘅，都諗住啊，唔會話有咩問題啩，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嘅。即係特別坐航班啊、國際航班呢啲咁嘅重要嘅。啲時刻表啊，又絕對係要認真嘅。仲有辦嗰啲咩事啊，緊要事情嘅關係到有句話叫事關重大嘅事情咧，更加要做佢。好塞車咧，嗱啲車已經停咗落嚟噶啦。
我未知道前面發生啲咩情況噶。你慢慢 add， 慢慢 add 去到嗰度先知道。都是30英里的，即是最多是50公里的时速，现在 又慢下来了。也是还有两个路口，大概是有得一英里左右咧，就係離開呢個高速公路咯。咁而家我都仲係未知道發生啲咩事情，點解個速度會慢咗落嚟嘅？咁啊，禮拜二咧，喺以往嘅經驗嚟講咧，星期一咧就係唔塞車啊。我唔知點解啦，星期六、星期日休完息啊，但係點解星期一就唔係好塞車啊？或者係有仲有人休息啩？今天星期二咧，又絕對係好多安靜補習班咁樣上班嘅，大家湧出嚟都係唔出奇嘅。
啊，一即塞車咧，有時都會誒花牛豆嘅。車都而家太慢啦，拍邊先，啊，即係準備出呢個口啦。叫Garfield，英文名叫Garfield。Garfield啊，我喺度住咗三年啊，啲老區嚟嘅，環老區嚟嘅。啊，平時我飲茶都係行呢條路啊，都係呢個出口啫。上班又呢個出口去飲茶，又呢個出口。所以呢個老區係比較方便，就你唔使買車都好，咁都有老細接送你上落班。啊，咁我就喺呢個環區度上咗部車。